精和浩渺，天地之间孕育诸多灵气，使凡人亦可突破界限，抵达飞升。人世间万物抱阴扶阳，有灵变有魔，有正变有邪。邪魔纵横化巨龙，浩然正气抚神州。遂蜀山正道率众与魔龙战赴北海。 魔君，休要猖狂！今日我辈必将你诛杀于此，以正天道。天，那么今日便让你们知晓，何为天道之下，皆为蝼蚁。
尊上。带你师兄离开这里。师父是说，师兄还没有死？是，也不是。无忌为封印魔龙，灰飞烟灭。元神与龙元合二为一，被镇压在蜀山灵脉深处炼化。本座以南冥离火聚起精魂，可重塑其身，但是怕神魄相冲，破坏封印，从今以后便不能留在蜀山。那师兄还能回来吗？肉身重生，十年塑形，十年开智，十年破封，届时自然归来。不过那时世上再无长风无忌。说儿，我虽为无忌找到重生之法，但你被龙血侵染，入魔在即，为师只得如此，日后定会寻得他法，以莫要相关。魔龙虽身陨北海，但其息遍洒神州，人心稍有邪念，便会迷失心智，掀起战火。而长风无忌已然重塑，将死乱世。吓死我了！嘿嘿，你也装死啊？啊！修仙者，你是不是瞎呀？你见过这样的修仙者吗？嘿，原来真是个瞎子呀！把东西还给我。啊？哦。嘿嘿，给。站住！啊！我让你把东西还给我，就一袋啊，不能再多要了。在那边，找着他们！敌军来了，快走啊！等一下，放心，跟我一起走，绝对不会被抓到的。我让你把东西还给我，不走来不及了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风。风大伤了舌头。又没水了，又没水了！又没水了！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！来了，这就来了。来了，来了。村长，这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水了，这乡亲们都快不行了。是啊，打仗打的，水源都污染了，只能祈求天神了。吉时已到，请圣戒。村长，村长。村长，不好了，圣泉不见了！什么啊？干什么？来，来，
哦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突然不想了。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并不重要。还敢嘴硬？你冒充我军萨满，破坏我军攻城，到底是何目的？你见过有人和死人解释吗？您忙您的啊。哎，算你走运。
哎呦，你先在这凑合一晚上啊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呢。我说你这个小瞎子，睡得还挺瓷实的。长得还挺好看。乡亲们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啊，不用迎接我，不用迎接我，早点回去睡吧。把他抓起来！哎哎哎！我可是村长的孙子！哎呦！爷爷救我呀！哎，乖孙子，把圣剑交出来吧！哎呦，那什么圣剑呀？那就是半截烂铁！屁话，那可是当年的屠龙圣剑，你怎么能随便拿走啊？沈秀亵渎神灵，不能饶他。对，不能饶他。不能饶他。你就是，不能饶他。我是你的亲孙子。哎，简的，话可不要乱说。我连个老伴都没有，哪来的亲孙子啊？把他吊起来。吊起来！谁家的臭孩子？有人管没人管？哎，爷爷，就罚你手弹七日，不准进食，一敬神灵。你回来呀！你这个臭老头太不仗义了，回来！走了，不好！看来魔龙之息已经蔓延蜀山，快去找你无忌师兄，将其带往反骨迷踪安置。遵命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有没有人、啊？救命！哎，小瞎子。这，快，小瞎子，快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报恩的时候到了。闭嘴！我说过不许叫我小瞎子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呸！都是我不好。你先把我松开，好不好？告诉我东西在哪？什么东西啊？放开我！喂！哇！快把我放下来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你说的办法，本来我的风声腿天下无敌，没有人能追得上我，没想到碰上了个悬崖。杀气！哎，看到了，我怎么阴魂不散呢？
小子。沈秀现在何处？沈秀，昨天还罚他手坛，今天就不见了。刚才做梦梦见我躺在爷爷的肚子上，那你蹭来蹭去是什么意思？很软嘛。少废话，再敢乱说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。想不到你一个小瞎子这么狠毒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哎，我啥也没说，啥也没说啊。告诉我，东西在哪儿？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聚灵壶。聚灵壶？哦，就是那个会发光的水壶啊。我知道了，快说，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再说了，你现在看不到我们的处境啊。哼，我忘了，确实看不到。你，我们在哪儿？我们现在呢，是在一个方圆八尺。高三丈的山洞，想出去呢，这辈子是不可能了。你不是跑得很快吗？那你快想办法呀！大姐，我是跑得快，我又不是跳得高。你这么厉害，你自己想呀。我要不是受了伤，怎么会被困在这里？我有办法。要不这样，我看这山洞里呢，也有不少的果子，我们就在这儿住个一年半载，生几个娃，人多了，不就想出办法来了吗？想办法就想办法，干嘛老打人？嘿，哎，哦，啊，来，把手给我。连年的战争呢，使得村子里的水都被污染。爷爷不想让村民们失去希望，就让我去暗中找水，这是我跟我爷爷的一个秘密。奇了怪了，东西呢？东西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被我爷爷拿走了。走。喂，大哥，醒醒啊！什么情况？大叔，醒醒啊！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是他来过。谁呀？爷爷。臭老头，剑在这儿，人怎么不见了？
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到底谁啊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无忌师弟。什么无忌师弟、有忌师弟啊？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对了，我爷爷呢？把这个姑娘交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我要是说不呢？紫隐剑，把剑还给我。蜀山的飞铁而已，这可是屠龙圣剑，我不许你侮辱我爷爷的信仰，把剑还给我。师兄，你快走。大师，你是何人？小僧梵谷迷踪阴陀罗，五台山的和尚，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施主纵受行凶，小僧追踪至此，这怎能说是闲事？后来你还想着那个破玩意儿啊？如果你想知道你爷爷的下落，救回所有人，就帮我拿到聚灵壶。你是说乡亲们还有复活的希望？完成了，我的元神兽已经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你答应我的呢？我要你帮我完成最后一件事，到时候我自然会帮你的。什么事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希望你信守承诺。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你怎么了？
将军，将军。怎么还没走啊？我答应过要帮你救人，所以我不想欠你什么。可是我弄坏了你的东西。没关系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蜀山。去蜀山干什么？只有蜀山的昊天镜才可以杀了饕餮，救回所有人。哎。尊上，师兄已经不在凤尾村了，我在那里感觉到了龙的气息。看来已经有人下手了，玲珑，随我去藏剑峰。是。青锁剑。不错，紫青双剑一阴一阳，双生共鸣。为师要你继承青锁剑，尽快寻回此影，以防不测。是。乃是守护之剑，要想获得青锁的认可，就要心怀守护。心怀守护。
遁逃了。阿弥陀佛，看来那孽畜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蜀山已传来消息，长眉真人已有感应。蜀山乃是凡间最后一道防线，为师现传你天雷降魔杵，助其一臂之力。小瞎子怎么做到的呀？我说过，不是所有事情都一定要用眼睛去看的。你别说啊，这耳朵有的时候真的比眼睛好用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吹的那个曲子是什么呀？真好听。你喜欢听吗？嗯。要是爷爷能够听到这个曲子就好了，他肯定也特别喜欢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嗯，自己吹吧。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你的废话怎么这么多？说了不吹就不吹。哦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嗯？喂，走这么快干嘛呀？啊，小瞎子。不高兴，鱼还没吃呢。无忌师兄，哎，神仙姐姐，哎，师兄，你怎么以邪魔为伍？邪魔？你说他是邪魔？他可是我朋友啊，就算你是神仙，也不能乱讲话吧？我知道了。定是你这邪魔蛊惑了无忌师兄，看剑！你干什么呀？师兄，沈兄，沈兄。尊上，无忌师兄他，师兄，臭老头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不得对尊上无礼。嗯，无妨，他已经不是你师兄了。敢问小兄弟如何称呼？刑部各命，在下沈秀。嗯，沈秀。好，那就暂且委屈小兄弟了。来呀，把他关进锁妖塔。是。哎，这个臭老头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走，我自己能走。尊上，师兄他……玲珑，你可曾记得为师当年跟你所说的？进去吧。哎。小瞎子，哎，哎，小瞎子，我们快想办法出去啊！哎呦，哦，别费力气了，都说是锁妖塔，哪里有什么出路？我知道啊，可锁妖塔锁的是妖啊，我们又不是妖。
你当然不是。锁妖塔可困三界万物，你又如何逃出？有人吗？快放我出去！哎呦呦！喂喂喂喂！我要出去，我要尿尿。不，我尿尿，我肚子疼，疼死了！我饿，我要晕了。当年我用南冥离火聚其精魂，重塑其身，命你将其送离蜀山，怕的是神魄相冲。而今长风无忌体内的南冥离火冰灭，回归蜀山，南风朔又逃离了锁妖塔。尊上的意思是说，有人要释放龙源？不错。尊上，尊上，魔君已攻到山下。玲珑，召集蜀山弟子随我下山降妖伏魔。是。长辈，想不到你还是这么道貌岸然，竟然交出了正道，替你送死的弟子。出去啊！难道你不是三界之人啊？喂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找昊天镜。你不是要杀掉饕餮救你爷爷吗？
山灵气已泄，你还能怎么样？长眉，你还不乖乖的臣服于我吗？神秀，你要我办的事我已经完成了。很好。请主人兑现您的承诺。承诺？给你自由吗？你答应过让我的族人恢复光明。你不过是我制造出来的容器而已，连人都不是，哪来什么族人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我牺牲三千凡人，陷进牛人之角而制造出来的。你所拥有的记忆不过是那些凡人的碎片。如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可以给你解脱。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不能这么说，这本来全都是假的。那是人类才有的说法。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容器的枷锁。我做事还是很严谨的。我杀了你！我的脑子真是有问题。我居然和一个容器说了这么多的废话。你竟然还活着，是你低估了某些职能。道长，蜀山灵脉固若金汤，为何会轻易被邪魔攻破？是我的错。这下我真的闯祸了。师父，沈秀他……这不是你的错。那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到底是谁？长风无忌又是谁啊？你谁也不是，你只是你自己。当年长风无忌为封印魔龙灰飞烟灭，而我用南命离火聚起精魂重塑了你。重塑了我？可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只有除掉魔君，消灭魔龙，才能还世界一个太平，否则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凭什么要决定别人的命运？因为我们要还给世间一个希望，就像你爷爷所坚守的一样。我爷爷？我们干脆搬走得了，干嘛非要死守这个村子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只要守住希望，就算死也不可怕。人要是没有希望，走到哪儿都活不长。我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事在人为。好，不就是一条龙吗？我告诉你们，
我可是全村人的希望，杀掉这条龙简直易如反掌。你决定了吗？既然是我，那便是我。如今蜀山失守，仅凭你一人之力还不足以对抗魔军，唯有双剑合璧方能斩妖除魔。但此营已断，你三人需前往昆仑山寻找极寒冰魄，西岳大师自然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我想极寒冰魄应该就在某个地方，我们四处找找吧。哦，喂，一个雪人，你们看，那个就是冰魄吧？把你的冰魄借我用用呗。是这世间的大道。善哉，善哉。想我掌中之剑，可划破天地，却依旧斩不断这情丝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喂，你谁呀？我是你的过去、现在，也是将来。我的过去？
哦，难道你是长风无忌？神州陆沉，魔龙祸乱世间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难道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那我能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做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我记住了，沈秀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浩然天地，正气长存。爷爷不想让村民们失去希望，你是说乡亲们还有复活的希望？好，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我答应过沈秀要帮他救回所有人。传我法旨，北海屠龙。
弟子，岂是你说伤就伤？既然都到齐了，那就一起来吧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到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令你失望了？好啊，那咱们就玩的大一点儿吧。
少侠，别来无恙。前辈，你的剑真的能划破天地吗？当你心中有了想要守护的东西，便能畅游这世界。